我的频道。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我的频道的话，你好，我是嘉宁。我会录影片关于化妆啊、彩妆、保养，然后生活上面等等之类的。然后请你订阅我的电台哦。但今天嘉宁的主题是我第三个 part 的鞋子的 collection。然后我之前就已经 po 过布鞋、平底鞋还有高跟鞋那一些的。然后今天就是要分享嘉宁最喜欢的部分，就是我的靴子。然后高靴有短靴，然后也有平底的。So 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OK， 首先第一双是 Steve Madden 的鸡皮的 booties， 这双我买了很久，它是非常非常高，所以很性感哦。接下来这双是 from Target， 然后它就是很简单的全黑的 booties。我很喜欢这双是因为它的前面的口是 V 领，所以让你的腿看起来很细。接下来这双也是 from Target， 是我最新买的，然后它就是比较有一点夏天的感觉，虽然它是皮的，可是它非常非常好看，然后他们 DV collection， 所以又很好穿哦。接下来这双也是 from Target， 我不得不说我太经常在 Target 买鞋子，因为他们鞋子都很好穿，然后又很可爱，然后这双也不例外，这双就是全皮的，然后我觉得它比较有点 fall 的感觉，所以我经常搭配牛仔裤。OK， 接下来这一双是 from Urban Outfitters， 然后你可以看它前面铆钉的那一层皮是可以拿下来的，所以它 either 可以是很有个性的鞋子，或是非常非常素的一双 booties 哦。接下来这双是 from Report Signature， 我很喜欢这双是因为它的那些金属很多，所以很有个性，然后也是一个百搭的一双 booties， 然后它高度不会太高。接下来这一双是 also from Target， 然后这一双是有点像 Jeffrey Campbell 那种是绑鞋带的，所以很有个性啊，我觉得我真的没有一双鞋子像长得像这样子。接下来这双也是 from Target 哦，这双就是 wedges，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穿，然后不管你走多路，你脚都不会痛。接下来这双是 from Steve Madden， 然后就是非常简单全皮的combat boots， 然后很有个性，所以搭配牛仔裤的话会让你的衣服感觉很 tough。 接下来这双是 from Just Fab 的咖啡色鸡皮的靴子，然后你可以看它是不长不短的那种靴子，所以很特别，我真的没有一双鞋子像这样子。OK， 这双是 Steve Madden 的皮鞋，然后我很喜欢这双是因为你把拉链折到一半的话，然后你把皮折翻开来的话，里面就是 flannel， 所以很特别。这双是很简单的 Chinese Laundry 皮的高跟鞋的 boots， 然后我经常是冬天的时候穿这双鞋子哦。接下来是这双 Fergie 的，我是在 Nordstrom 买，然后买了好几年，然后我经常穿这双鞋子，因为它的颜色很特别，然后长度又长，可是高度不会太高，所以走很多路的话脚不会痛哦。最后一双是这一双 Just Fab， 当然你看不到，可是它的长度是高到我的大腿，然后它的高度又很高，所以非常非常性感又很 sexy 哦。OK， 所以这就是嘉宁的靴子的鞋子 collection， 希望你们喜欢，然后祝大家一个非常美好的新的一个礼拜，然后下次见咯，拜。